纯油大骨髓来喽。嘎嘎香。看看啊、哦，这是纯骨髓啊、哦！看，哟，哎呀，今天这骨髓真香。上面放了点过的辣个香菇酱解腻。不是鸡蛋糕啊、哦！每个视频都强调一下，鸡蛋糕不这样的。你看上面这一刮，上面都是油，姐妹们。能看到吧？还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、哦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，自己就掉出来。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的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、哦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。你自己看。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孙子辈的，这就是最过瘾的了。一口上头系列。牛骨髓，
今天你好香，给我吃口，给我留一点呗，妈妈，嗯，给我留一点呗，你要不煮点冻点的奶醋，我就吃，就吃，不是上我后边来，就吃，就吃，过来吧，我就给你吃一小口，看啥，看啥，来来来，来吃这个，来，来吃这个，咱那个，不好吃，我吐了，你过来上这儿来，来来来，这个，站了，快来。过来过来，别跑别跑，过来。咋的了？不好吃吗？不好吃吗？不。嗯。还要不了？要。再给你一口，来呀。不行。再给我金兔。多香啊！哎呀，真香！牛骨髓，长时间没吃了。哎呀妈，烫！哎呦我，太香了，
吃到解渴啊。这皮不能咬动啊。皮不好吃。